我同佢嘅認識就好似你同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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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樣食飯咯，飲嘢咯，不過係一大班人。少飲酒，中意去 coffee shop 多啲。咦，中意飲 coffee？ Coffee 你都識日文喎、啊，啫、嗯。唔係啊，講一兩句啫。咩、嗯？你睇嗰套《A Very Long Engagement》啊？《A Very Long Engagement》美國一套中文，美麗完美完，有有啊，幾好睇。正正你咁樣，咦、欸？正正你真 OK 嘛？我依家係咯，個女主角好正，做得好好啊！啲拍攝手又特別，不過咧個故仔好悶啊，一估到嗰啲咧，嗰陣咧一個人去睇啊，都冇朋友想睇啊，係咩？好慘啊！嗱、嗯，咁所以舉出嚟同你一齊睇啊！咦？你幾多電話？啊，九四二八。3393 Fien。 在这一次吃完饭之后，我和 Fien 都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，就是因为我不敢打电话。我拿了他的电话，但是究竟又怎样呢？不敢打，望来望去，摆低都是不敢打，又唔敢打，唔知點解個電話好似變得好重咁，但係原來都係得77G。唉，都係唔打噶啦，嗱，好似好驚咁。喂，hello， 咦，你都有嚟啊？冇錯，呢、這個你都有嚟，就係指 Fien。終於我都要靠啲朋友再約個成班出嚟，我先有機會再見到佢。背景唱歌嗰人实在太难听啦，我索性省却晒佢哋两个嘅对话。其实而家都系交代紧大家姓名啦、身高啦、体重啦、出生地点啦、家庭状况啦、职业啦、兴趣啦、学历啦、物难忘经验嘅嘢啫。嗱，呢度最值得留意嘅系 Fien， 佢有一个出咗家嘅阿爸，喺佢5岁到啦，而家佢同妈咪一齐住。佢喺美国就读社会人类学，不过喺香港嘅时候咧就读 fashion design。翻到嚟香港啦，又做律师行嘅文员，所以我其实觉得佢系一个几多元化嘅人嚟噶。而我就叫 Emery， 我喺香港长大，读平面设计，但系就非常中意画画，所以我嘅梦想就系希望成为一个画家，都可以养自己一世。最特别嘅系应该有一个而家都系得12岁嘅妹。有時我覺得佢似我女多啲咯。之後我有啲醉，佢陪我走，但係走下走下，我哋竟然去咗公園度傾偈。咁好機會，我梗係打曬徐君上，同佢傾多啲嘢啦。咦？咁你平時喺邊度玩㗎？我啊，中環啊，同我。旺角、尖沙咀咁樣咯，唉，好悶啊！成日都呢啲地方，咁鬼叫香港細呢？所以呢，我好想去旅行。咁你去過邊度啊？去過啊，澳門同泰國咯。咁澳門未仲細？我見阿 Fien 同我傾偈時候，好似牛牛地咁。我仲以為佢唔係咁想同我傾呢啲嘢，不過後屘諗翻，係我哋之前飲咗酒，可能有啲醉醉地，所以諗嘢諗得比較慢。其他地方玩咧，即係啲咧未發達到啊，或者睇漏眼嘅地方啊。
Lesbian 話曾經看過個電視節目，介紹了很多香港的郊外景點，才發覺哇，原來香港真的有些很漂亮的地方，只不過自己不知道又或者沒有去過。其實我平時搭巴士都經過過一些很漂亮的地方，但是呢從來都沒有想下車去找隻腳走一下。所以說香港是真的小，但是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一些地方又或者去過了呢？又未必。講真，每年都仲有好多遊客嚟香港玩嘅。咁唔知啲介紹香港旅遊嘅書又會介紹啲咩俾遊客玩咧？跟住我就提議，不如我哋用一個遊客嘅身份嚟香港玩，即係扮自己唔識香港啦。你估會點啊嗱？跟住 VN 話嚇，唔係要做戲啊嘛。其實我覺得只不過係用另外一個角度再感受呢件事啫。你諗嘢都會諗兩邊啦。平時你就用一個你認識香港的角度來望香港，現在只不過用一個你不認識香港的角度再去望下香港一次，不知道又會是怎樣呢？跟住 Fian 都覺得咦 OK 喎，我們就開始計劃這個兩日一夜的行程了。六點騰衝雲，那聽日七點銅鑼灣呢？ OK， 真的又是銅鑼灣。我們很快就會告別這些這麼悶的地方的了。好，搭到機場咯，我知係喎，係啊嘛，真係。難過水，邊㗎？海海食天台，點樣個行程你想？去曬呢本有嘅嘢咯。細快樂係經常等，好係我知你自身啲啦。咁九點鐘，啊好早啊，啊咁先至遲去旅行。好啦，咁到時九點鐘喺離境大堂 Eric 等，應該係個泰嘅位置。喂，早晨啊！早晨，有冇試過咁早見到你喎？都唔係唔認得啊，都有啲腫啫。都唔係唔係，一樣啫一樣啫。咁而家點？而家要揾啲嘢先。揾咩？係啊，揾輔導門啊。嚇？輔導門？輔導門啊，係啊。咩嚟㗎？咧就嗰度。嚇？咁即係行多兩步咧，就會被觀眾見到你嗰個位啊。咁嗰度咧就叫做門。咁以前嗰啲花旦啊、大老官咧，咁就咧當嗰度影門咧係個界線啊。咁一踏過咗咧，咁就會忘記咗自己身份去投入做戲裏面嗰個角色咯。咁樣去演出個角色先至 professional 嘛。咁意思即係話，我哋一踏過一個輔導門，咁就好似做大戲嗰啲人咁樣啦。咁啊唔記得我哋自己香港人嘅身份，去演活我哋做旅客嘅角色。一踏到出去就唔記得，咁但係使唔使即刻轉 channel 啊？哇！你果然絕頂聰明啊！上天俾我哋呢兩個天才相遇啊！呢個座談必有巨變啊！嚇、新不了情嘅圓夢而對白，你真係好中意睇戲喎！嚟行啦～